喂，王东东吗？啊，我是你社区赵阿姨。我告诉你啊，半个小时之内马上到我这儿来报到。什么？你马上到？你可别忽悠了我。哎呦，还一分钟？你忽悠我多少回了？还一分钟，一分钟，你要能保证一分钟，我就是葫芦娃里那个蛇精。咦？哎，不是，你先别说话，带妖精快到我包里来。臭小子，白稀罕你了！不是跟你闹着玩呢，急三火四把我找来干啥呀？还不是你那个破爹嘛，在家里养了一只老母鸡。不是养鸡，这不挺正常的吗？哎呀，你爹养鸡又脏又臭，滋儿哇乱叫，鸡屎鸡毛污染楼道。人家那帮邻居天天让社区反映，说如果要不采取措施，我告诉你，连你爹和我带着鸡一块儿告。啊，行，走，那现在我回去把那鸡就杀掉，走走走走。哎，别，拽我去干啥呀？我咱俩一块儿找我爸去呗。我不去，我不愿意看他那张老脸，跟癞蛤蟆似的。不是你咋说话呢？咋的？我爸像癞蛤蟆吗？那像啥呀？蟾蜍。行，我回去找他去啊。去。爸，开门。哎，来了。谁开门？谁来？你能把我这鸡咋地？我看，你咋回来呢？我不回来看看你了吗？这进屋换拖鞋。不是，我还换啥鞋？你这一地鸡屎，你瞅瞅，这一地咋呀？不是脏呗？脏？你嫌鸡粪脏啊？啊，有人喜欢。谁喜欢呢？唱歌的都喜欢，没听歌里唱吗？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。哎呀，还爱你有几分。不是，爸听你这么一解释，我再听这歌我都恶心。不是，说句老实话呀，这真是听君一首歌颠覆人生观呐。不是，爸，你说你养个鸡干啥呀？会说话不？这叫鸡呀、啊，这是你妹妹。知道你管她叫啥不？哥哥哥哥。聪明不？她知道管你叫哥呢。是，聪明。哎，小妹儿啊，你管她叫啥？哥哥哥哥。你看，管谁都叫哥哥。我乐意听。不是，你说你养这么个傻玩意儿有啥用呢？什么叫傻玩意儿啊？他能一天到晚把我陪伴，每天还能给我下蛋。不是，母鸡会下蛋，这不很正常一个事儿吗？那你会下呀？我是个老爷们儿。嘿，他不但每天给我下蛋，早上起来还能打鸣呢。不，你这公鸡母鸡呀、啊？你爸，你别养这鸡了呗。我寂寞，我乐意。不，你有啥可寂寞的？我哪个礼拜天不回来跟你做个伴儿啊？你那是周末回来蹭顿饭儿。不是我蹭饭儿，我至于又给你剃头又刮脸又剪指甲蛋？嘿嘿，看着看着指甲给我剪的，剪完了我金戒指就找不着了。那我上个礼拜我还给你洗了个澡。对，那天我又丢块表。爸，你现在说话是越来越没意思了，不怪邻居都说你是越来越不讲理了。你说你养这个鸡，谁没有意见？尤其是社区那个赵阿姨。你少给我踢他！我一踢他我就来气，一见着我就带答不理的，就好像我奶百年欠他五百斤大米。哎呀，你这打我养这鸡，一天来拔他，门一开就往里挤。不是，那你不喜欢他来，你就把鸡杀了，他不就不来了吗？废话，不为了把他勾来，我养鸡。明白了，爸呀，你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鸡呀。那在啥呀？我赵姨。我打死你。不是，人家赵姨刚才都跟我说了，这个鸡呀、啊、不用你杀了。真不杀了？关键是咱们家这个卫生你得收拾一下，人家还说了呢，一会儿帮你一块收拾。那太好了，我现在给你找他去。赵姨啊，哎，你先插来吧。哎，怎么样？
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啊，老头同意杀鸡了，太好了，而且还说了一会儿啊要把这个屋好好收拾一遍啊。不过你说一会儿我有事我得走，他自己你放心，只要他同意杀鸡，我来帮他打扫卫生。说准没？说准了。太好了，爸，赵姨来了。非常顺利啊，老头同意杀鸡了，太好了，而且还说了一会儿啊要把这个屋好好收拾一遍啊。不过你说一会儿我有事我得走，他自己你放心，只要他同意杀鸡，我来帮他打扫卫生。说准没？说准了。太好了，爸，赵姨来了。吃饭咋办？好办，摩擦一摩擦呗。看这件事啊，这顶上都是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可真行，赶紧擦吧，快点来，上去上去擦、来我的，哎呦我妈，这大坨，哎呦我天呀，哎你刚才说这句话我咋听着耳熟呢？你还记得呀，那年你上山下乡，我把你送到火车站，车站上那车厢里呀，哎呦我的天，人山人海，我就是用这个姿势把你塞到车里的。你刚把我塞进去那车就开了，哎呀妈，当时我那心情啊，我就冲着车窗外我喊王红霞，你等着我，有一天我回来跟你白头偕老，天长地久。没想到啊，我把一根光棍送走，等来是你们一家三口。这么多年纠结咱俩的不就这点事儿吗？你说孩子他妈活着的时候这话我也不能跟你说出口，本来就是三句两句就能解释明白的事儿，没想到一憋就憋了这么久。那到底咋回事啊？这不就当年上山下乡吗，那是挑灯夜战修水库啊。当时吧就有个农村姑娘扑通就掉河里了，我奋不顾身进去，我把她救上来了，救上来以后她昏迷不醒，我就给她做了个人工呼吸。那这是英雄事迹呀、啥英雄事迹啊，惹祸上身了，他爸来了啊，说那话那才难听啊，说就这个小子都把我家大姑娘给亲了，这辈子他俩必须得结婚了，要不然我们家这个姑娘啊这辈子就没法嫁人了。原来这么回事啊，我的天，稀里糊涂的一个人工呼吸就成就了一对办事的露水夫妻，连累你受了这么多年委屈。行，你拉倒吧，过去那事儿就别再提了。不提了。来，开始吧。开始。开始干啥呀？杀鸡呗。不，你一来老让我杀鸡干啥呀？不杀鸡我来干啥呀？不是你这。干啥呀？你想干啥呀？你想干啥呀？你要干啥？你要干啥？你干啥？你干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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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俩干啥呀？这，爸，又到了你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了。现在大伙儿都在这儿，是老母鸡还是我赵姨？
自己选择吧。老母鸡啥？赵阿姨，老母鸡，赵阿姨，老母鸡，赵阿姨。老母鸡呀！姨呀，这回你都看明白了吧？啊！我爸他之所以养这个鸡呀、啊，他就是为了勾引你。勾引？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就看在他一片痴情、死不悔改的份上，答应了吧？答应就这么简单呐？哎，啊，明天下午3点半，公园门口见一面，谈谈。哎，五位，谈谈。哎，爸，这事儿不就成了吗？啥玩意儿？赶紧的，那个一会儿我给你收拾收拾。啊，咱们为了明天下午3点半，咱们做做准备。我等他10多年了，我等什么明天下午3点半呢？今天晚上我都到他家去干啥呀？吃顿饭。不是你吃饭，你抱鸡干啥呀？不抱鸡，我拿啥给他炖蘑菇啊？你个山炮！